不满足的咸鱼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乃摸鱼之神，我可以实现你三个和工作有关的愿望。真的？那我要涨工资。小意思，来摸摸它。真的假的？我信了，我信了，你被开除了，这是遣散费。我要的是加薪，为什么变成辞退了？嗨，吃药都有副作用，何况我呢？说吧，第二个愿望。行，那我要当老板。满足你。没想到我也有飞黄腾达的一天，嘿嘿。你敢这么大口气和我说话？嗨，说啥？工资给我结了，我要辞职。哼，不干了，把老板开除。走了，不干了。啊，现在的年轻人脾气都这么暴吗？最后一个愿望喽，考虑清楚。我要一份既轻松、价钱还都不愁吃喝、不用受请跪、被开除、不收钱花、受人尊敬还体面的工作。为啥你们这些咸鱼最后的愿望都一样？你确定？行吧，那我的任务就结束了，再会。我要的是工作，没说不当人啊。兄弟，咱追求的不就是这种生活吗？好像也是啊。意外的荒岛挑战。早知道这么恐怖，我就不报名这玩意了。放心了，我是专业的滑翔翼教练，出了问题我会负责的。开业第一单，一定要把客户照顾好。那就好，喊得我都饿了。太过分了，一碗粉也抢。幸好带了降落伞。你还好吗？你不是专业的吗？怎么给我弄荒岛上来了？你要负责，否则我给差评。放心，即使身在荒岛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只要你别乱动。你傻吗？还有空的回不出来。你没野外生存经验，一定不要乱摸乱动，知道吗？这块石头竟然会动。放开我客户。野外生存法则，不要主动招惹野外动物。让你别乱动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咱都被困荒岛了，不动还不是回不去。对不起，都是我能力不够。头一次见到来动物园做动物玩的，动物不能随便遭人，很危险的，罚款。动物园？太好了，咱们有救 了。可是这第一单还没结，没钱呢。服务不错，我很满意，结账。来。不用找了，我怎么摊上这么一倒霉顾客？惹不起的梦中人。锤锤，再上班睡觉，我就把你开除，公司不养你这样的闲人。别啊，老板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保证没有下次。是你最后一次。为了上班不瞌睡，一定不熬夜了。哎呀，锤锤，开什么开？早夜工作聊丢了，足足四个妹子，都别跟我抢射手。不小心又熬了个通宵。您放心，绝对不睡。睡觉睡觉。不玩，不要叫我。撸串，立刻我请。请问先生，谁结账？我。大意了呀，大意了。不会睡。哼，今天谁也别想阻止我睡觉。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快睡着。想睡门都没有。我的身体睡不睡我做主，我们都是你潜意识幻化的具象，我们数量越多越代表你不想睡，你难道要反抗你自己吗？哼，今天我非睡不可。终究还是我赢了。上班就睡，晚上都干什么去了？别干了，熬夜害人呐。董事长，这次咱们要投资哪家公司呀？还没决定，但想看出一家公司值不值得投资，得先看员工的素质。
年纪轻轻头秃成这样，绝对的聪明绝顶，就偷这家。别走啊，吉祥物，我给你升职加薪，放开我，我再也不熬夜了。银河的父爱。千万不能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呀！这是年轻人的表达方式，咱俩有代沟，我和你姐分不清，咱俩有代沟，咱俩有代沟。儿子好像跟我越来越疏远了，是因为代沟吗？看来我要试着过儿子的生活。哎，爸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你平时不是八点就睡了？你不是喜欢熬夜吗？我陪你，你玩你的，我在这听听广播，盘盘核桃，行吧 ？One hour later。爸，您还是别熬吧。我还熬得动。这人咋能这么菜？啊，算了，重玩一把。又是你，还是你。这是为了方便匹配到你一起玩。原来儿子喜欢看动漫。儿子，你看。爸，你干嘛？你不是喜欢动漫人物吗？爸也喜欢。爸还学了这个。我的手办，你在这捣什么乱？对不起儿子，爸跟不上时代了，确实该服老了。爸，我一直觉得您老土，是我不好，以后就让我带你玩吧，你也不用迎合我的爱好，做自己就好。啊，自打有了你，我好像再也没有做过自己了。我真的能做自己吗？对。嘿，艾瑞克老弟，跟我一起摇摆起来。艰难的回家路，还是家里好啊，可惜假期转眼就过完了。你返程票买了吗？完了，竟然忘了买返程票，要是上班赶不回去，老板非开着我不可。票的话他也许有办法。这是咱村里不出事的电脑天才，哎，帮忙抢张票呗。只要动用我天才般的大脑，配合超级机器人，发射出去几颗卫星，这都不是问题。计算难度过大，超负荷了。哎，爸在老家待久了，没想到放个假买票这么难。哎，怪我没本事，我要是买得起车就好了。车咱家有啊。早说，谢了爸。隔壁小鸡前天说去镇上赶集，到现在还堵在村口呢。哎，再好的车也没用啊。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造飞机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真不错，还有飞机餐。哎，可惜了，多好的鸡呀！难道我真回不去了吗？实在不行，只能爸亲自送你了。这和我走路有什么区别啊？飞爷，老牛火箭发射！老牛直升机，老牛降落伞。好了，快去报道吧，爸该走了。谢谢爸，有空再回来看你。小王啊，咱到哪儿了？还没出村呢，董事长。